这个阵容进攻他可能会有点不太好去打一波弱点，但是防守其实很强，有长点闪预测到了，这个暗眼推掉，再来补柏林的暗眼，第一时间帮助自己的队伍留。这个鬼影还拿到了信息，索尔没血的二十二滴血走不掉，莱夫收掉之后直接传走啊。那现在诺瓦被架在火上，他现在有点尴尬，他必须得打了，时间还有40秒钟，但是现在最难受的是欧林欧，他自己打技能自己出，那有点尴尬。铁臂这个英雄的强势点就不在了。对，主要是想跟队友打一波夹击，但是 OB1 这个位置有烟出不来，哦，很精准的一发。欧林欧先抓到一个机会，但是柏林还在 B 点，被对方看到了，但是就是这个山崩地陷，这就是铁臂的作用。那说下来可能会比较困难，是所有的压力给到了一道这边的架墙点位。闪电爆破也已经是交了，3秒钟之后有山崩地陷，用瘴云隔断对手的山崩地陷有了，看这个阵啊、哦！但是阵交的一瞬间，对方已经拉出来把欧灵欧收掉了。欧比万是一个名牌，他手里有一颗烟，正面先点头，对方已经在拆了，在瘴云里面四发子弹拆一半，正面的对枪右键标配锁定。现在方 plus 防守方就是想要去打一个人海战术去下枪，这个斜向的毒幕出来了。而诺瓦其实有防备，远距离的对枪，哇，这数位点的也太爽了！最后 CB 也收两个，两兄弟在 AY 其实把整个方 plus 是的，他这个过点看有没有机会了，听到脚步了，看他能下几把枪，几把，一把可能都有点困难。对面已经是逐风交了，听到声音有没有？哎呀，这一波有点被打了个近大远小，没有人走 A， 他只走 A 小。阿阳这个位置应该是个名牌位，队友帮忙打了下飞机，但问题不大。经典的位置找到人了，但是小道立马来帮忙，这个位置打掉一个。假身出去吸了一下对方的火力 ，CB 补掉了 Life， 但 Life 已经取得了一个双杀，人数优势已经是在 FPX 的掌握之中。第二波 CB 换枪，一个大拉收掉阿阳，留一手想在 B 通压，但是他担心对方的烟没有烟。14秒钟，柏林很懂，他这个时候知道不需要跟对方对，对方要近点下放能器的，拖时间。一个过点 A 大果然是没有办法看，和柏林的枪线 Autumn。两个人是完，其实 A 小附近其实没有这个防守方队员，所以这家采草应该问题不大。然后这一次感觉到 A 点好像人不是很多，直接转 A，A 小加 A， 但是 A 大这条路有没有人能管？好像没有。Autumn先收一个被补掉 ，Nova 是有人数强行堆叠了 A 点的近点，爆能器安装，那现在是一个4打3。暗眼加上两个黑杖的话，第一时间看能不能去阻挡一下对手的一些枪线了。最关键的是 Nova 的容错率很高，二楼跳下来，这是一个假身，但已经是被发现了。这个侧身在木箱旁边配合自己的队友拉扯对方的枪线，已经是确定了这一分的胜利啊！这一分其实 Nova 最终还是绝空加主峰先进到点内，但是必通第一时间是没有烟的，很尴尬。这已经给上 Life， 现在这个位置想打藏烟闪也没有办法去操作。集市虽然留一手在站着，但是等 Life 这个闪，我觉得等 Life 这个大招去找人才行。这个位置是有站人的，在穿，留一手有预警，直接提前枪带面具吗 ？Life 要不要带？哎，阿阳直接先收掉了欧灵欧。关键是集市门口卡的这个人有没有人去管？柏林去了，光先收掉了 Life， 但现在这个人数差距已经形成，瞬间方 plus 这个回防打得非常的。阿阳继续去穿，这个鬼眼已经是交完了，又是相同的情况，开关门第一时间碎掉，柏林手里还有暗眼，还有烟，开始找人，看到了给队友标个点，这个死点有人推个暗眼，暗眼推了要不要接引走，但是有队友来帮忙勾枪线，奥托姆人还没到，但是正面的 Nova 已经是创造了人数优势，3打4的回防，方 plus 要找机会，莱夫先收一个，第二个一道的人也被莱夫斩于马下，留一手，九滴血，索尔是一个满血，索尔可以不用急，现在时间并不是方 plus 的朋友，索尔是那个位置，导致这个清点速度有点慢，看看中路要提速了。哦，凌空加巨刃直接打掉对手，一个主控飞出来，再看到人，索尔今天的状态如有神助，光还收掉了阿阳，那现在典礼的柏林孤立无援，飘起来又是一镖，头部命中，再斩柏林，让对手完全没有预警到。来了要被抓了 ，out。静待享受，没有办法。哇、真的没有还手的机会。现在索尔的状态热得发烫啊！是的，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啊。B 栋外的话是一直放光一个人在打一个默认，哎，小刀好像要做出一波反击。是的，方 plus 忍不了了，决定主动出击，但是很可惜，双方的人数互换，方 plus 终于在中路打回了局面。A 小前压的 Life 虽然是被打掉，但是 CB 这个位置有点尴尬，已经是被看到了。
直接压掉一发子弹想走，没子弹。阿阳直接贴到掩体旁边，舍稳第一时间给到中路B小的位置，位置已经是被压死了，卡死了，索尔也倒地，阿阳拿到一个三杀，最后的光的位置要面对一个三拉，他也无力回天，留一手斩于对手。那现在注意一下这一分，因为有狂烈之怒的，已经是交了狂烈之怒。奥特这个位置会有点危险，他压力会比较大，这边顶住一个。他知道杰夫是拉枪线的，先打后面，再管杰夫，配合阿阳的枪线，这一波 A 念，再加上柏林的灵魂绕后，肃清了一波灵。中路要控，但是第一时间有障云，哦，有一颗黑障，而且旁边有保镖，两个雷击剑。还是没有电掉自动哨兵哦，这个雕位置放的挺刁钻，哎，小箱子上配合奥托姆的补枪，打了一个一换二，而且 Life 也在中路明狙狙掉了对手，一人暗眼推出来，听到了对方采草的声音，知道右边有人，两边三哇，这边光补枪还是比较快的，第二波再来明狙，二秒，看这个爆能器安装的位置，他选择下了一个 A 大包，哇，这个背身被抓到了，奥托姆非常的冷静，最后利用自己的选。这份提速可能效果也不会有很好哦，因为对手单向烟，对，而且还有个暗眼，哇，这个还狙掉一个。OB1 应该是来的比较慢啊，正好被 A 小钳压，哎，面具没戴上，急了，哇，这可能就是零点几秒的 timing 被抓到了。但索尔一个大拉被留一手捕捉到，现在进攻方和防守方都是没有烟的，所以，就看正面的对枪，阿阳反应很快啊，上来先打掉了压重生点的 CB， 大转移压到了重生点，他就在断你躲避全面封锁人的位置，啊，踩着蛇纹想过那太难了，光混兽之斗一把民居他可如何是好，要被抓住了，哦，这样的话三把刀冰冷的刀落在了，哦，给了一个技巧性的投掷 A 小道的纳米蜂群直接开，如果你在 A 小道有这些防守方的技能的话，可能会被这个纳米蜂群清掉。是，哎，但是 OB1 直接把 life 给收了。这个闪光的一线，哇，很漂亮，这个配合，这个烟到上面去了，有点意思。这个炼狱风这个烟会比较常见啊，但是哎，看到了，哦，但是警觉性拉得很满，光收掉了中路断着的阿阳，那现在人数差距没见，先把 B 通搜了。然后山木地线震一下一道，两人打一边，二道的烟要结束了，第二时间再补障云，奥特姆在躲自己的障云里，但是一道怎么办呢？多人的一道扛不住啊，柏林先接一个，第二时间柏林化为战神，而且近点有机会，障云奥特姆也在架，光最后他没猜到位置，二打四，拉斯手中这个架枪的角度，柏林一直在加过点哦，阿阳因为仗着自己的手感好，现在已经开始操作。阿阳，没事，前两个前两发确实挺出吧，丢高出这两个位置应该是都会被照出来的。先给优爪，直接开穿了，一个夜路的假身出来，铁箱上的鬼眼直接被打掉，而且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方 plus 是封烟，二连烟近点，阿阳先收掉了锁，二楼也没接住，是只剩二楼楼下的 OB1。OB1 打掉了对方携带暴动器的柏林，但自己的位置也处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他还在操作， OB1 已经是尽力了打掉对手两人之后，但自己的回防的队友已经没有任何去能够拉枪的机会，群体剑射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还在穿射打掉了对手，暴能器还没有安装，二楼有人在绕，但阿阳自己已经是还有一个山峰地线，但他没有闪点爆破了，对，矩阵余波可以清一下二楼，但第一时间 life 这个位置其实蛮激进的，小道的门已经碎了，随时要等待打一波协同假枪，但 FunPlus 的枪太好了，他们的容错率很高，铁箱后最后一个人位置是锁定的， 光也没有办法，他脸上的电影飞右边高点，小道找人开始了， life 知道了死点有一个人， OB1 这个位置会非常的危险，剑在弦上不得不发，二楼有毒木给了一颗闪，非常的漂亮，二楼的索尔的区根本没有发挥的机会，奥托姆精准命中收掉二楼的索尔之后， A 点又进在了 FunPlus 的掌控之中，十秒钟阶段左右爆能器成功被安装了下来，这回合我觉得可以考虑保枪了，说实话关键想捡这把狙宝，听到了捡狙的声音，要追吗？莱夫给不给机会呢？他想抓，直接被烧箭炮台卡了一下，好心办坏事了，这一下很尴尬，没有走得动，最后一个人也锁定，不知道在左边，下一个柏林还在脚，哦，切标配还是补掉了光，关键这个狙，这个烧箭炮台的这个碰撞体积还是蛮大的，是的，是的，是会卡队友的一些走位的。这个走位的铁臂走一半，怎么走不动了？
那现在 Plus 在某些地图的区域控制上有一些这个信息价值千金，看到了三个人。对，这个凌空虽然花了点钱，但是收益很不错。哇，枪械的优势，方 Plus 直接推平了。要看 OB1 他灵魂到了点内，对手是有察觉的，但是脸上正好吃了一个暗夜。我运气好像也并没有站在 Nova 这一边，这一分上来一个零换四，给到了光一个非常艰难的残局。他手里只有一把数位，打掉了 Life， 第二时间立刻被刘一手补掉，12-6，六个盘点。方 Plus 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对方，拉扯能力很强，所以他们 B 点的防守队员是不太敢第一时间离开自己的防守位置。剩余30秒，要等小刀来了 ，A 小刀了。关键看正面这个独木落的时间非常的重要。看到啊，这是秒上打下 Autumn。这一波玩明白了，并且刘一手还收掉了 OB1， 二楼的人想出来现在好像有点尴尬，也被架住。12秒钟可以安装爆能器，甚至狂烈之怒都交了，但是 CP 并没有射到什么太好的效果。二阳抓 timing， 抓一个拉出来也被对方打掉。二阳最后再一个转身啊，把枪给丢了，六发子弹在正面还在玩杂技，队友过来补枪，典力有魁复，现在 CB 很尴尬，捡上对方的短炮，脸上有一个蛇吻，第一时间走不过去啊。这个残局太难了，看他这个群敌剑了，能不能第一时间把魁蛇找出来？找不出来就没机会了，直接跳下来被接住，留一手的三杀帮助方 plus 锁定胜局。第一张地图，是不是找到人了哟？看到了。关键这个半线放 B， 然后零是守 A， 用战术监控三拉。一个人藏在后面，光是藏在这个木箱之后，旋转门开了，但是这个高处第一时间没有人预警。Nova 这个交叉的枪线还没有死，他这个有点夸张了。欧林欧想去操作围歼啊，根本走不进去，脸上全是烟，三颗黑障全封了，但是欧林欧选择直接果断出击，压到对方的眼里。光现在左右可能都会有敌人，他跳起来正好被对方抓住，现在 CB 脸上全是烟，星际穿越吗？可大但是 OB1 这一个绕后做的还是不错的，他打掉了两个爆能器掉了，对，还会烟隔绝，而且他这个烟是流放的，但他主动来找人。 Life 的耐心嗅觉很灵敏，马上来到了正面，看到了两个奥特姆，第一时间他不敢硬跟对手对啊，万一掉枪就很尴尬了。但是有人踩蛇吻了，数位的对枪效果好像还不错，留一手猜到了左边有人。这一波先打两个正面，再转身后绕后的人，拿下了一波三杀，最后一个人光，哎呦，锁定了，没有办法。其实这个绕后一旦他想抓吗？去救一下皮蛋，他不敢，这个抽烟一定是个劣势枪位。但是有一个重力之井，效果好像还不错。CB 丢了一个鬼眼，抓到了对手，侧身 CB 直接收下。那爆能器安装完毕之后，现在都在穿了，有张云。我们要看一下有蛇吻，张云加蛇吻。我觉得本链这个位置会是一个关键，侧身有没有打中？没有打中。正面在拖时间，柏林还换掉了一个，而且爆能器还没有拆到一半，正面现在只剩一个 Autumn 了。他用獠犬顶了两个，但已是尽力。最后42第二个，哇，这好亏啊！这个没有收益的半线太难受了。对，最关键的还有无敌超杀还没交呢。欧利欧还被穿残了，眼里有人。踩雷飞剑落到脸上，正面 Life 直接收掉对手，跳到了二楼，无敌超杀咬掉了对手一人，双方出现了人畜互换。但是 方 Plus 是乐于见到这样的局面，因为他们已经安装了爆能器，并且碎石区的柏林一直稳定着架着对方的回防路线。一个大叫出来，被柏林一枪架住。第二个人 CB 是帮队友找回了场子，现在是一个1-2，留一手，他有一颗黑障，但是没有暗眼。一个大拉收掉对手，确定对方第二个人的位置，但是 CB 这一个零星的下蹲。推出去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一波，丢丢加暗眼加完焰火，近点。好像没有交完焰火，没有交，直接飞出去的。正面的对枪有踩雷飞剑来压迫走位，但是索尔这个位置好像走不掉了，等待这个惊喜翻腾，但他自己忍不住要交完焰火了，一个甩炮没甩到，甩到墙上了，这个完焰火。太极限了，时间卡得太紧啊 ！B 区的进攻已经势在必行。重力之井吸手 Autumn 搜点很仔细，但是阿阳只有8滴血。战术监控，这个战术监控配合标定，直接秒掉了在刚刚进点的 Autumn。 这个烟要散了，烟要散了，看到了有一个人，他没有枪啊。 Berlin 有枪的兄弟倒了，那这样的话阿阳爆能器也没有安装成功。欧林欧，这边是树位啊，后面有兄弟救了
一手啊，要不然 life 这一下就挺尴尬的了。是的，优爪抓一手，但是奥特姆这个位置有点进不去，柏林还在拖，关键这个半线就处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不过零倒了，光一倒的话，这个半线就已经没有作用了。对，要小心头上这边，哇，这一枪，一个大拉出来直接秒，这是一个双架，哎，但是第一时间走神了，给莎莎无敌超杀，但自己要被旋转门挤出来，无敌超杀只能早点扑，不过阿阳的枪法帮助 FunPlus 拿下这一分，非常的精准，两枪虽然后方如果持续在点内的话，血量成为了非常大的问题。一碰就倒的血量，哎，但是侧身没有人看，柏林富贵险中求，直接刷掉对手三人，那这样的话人数差距立刻被拉开，四打二，两人的回防，关键魁父也没了，现在回防的这个角度已经是太单一了，最后光手里只有一把鬼魅，这把鬼魅像他的位置一样，但没有太多的办法，全是远点的穿射，这个位置没有操作空间了。刚才柏林那一下其实真的是大心脏，他当时已经被魁父的这个腐蚀效果把自己的最大生命值压到非常低了，高风险高回保证光的一个存活率啊，这个半线，哎，给个账云，这有点尴尬，哎，有人踩半线了，但是问题不大，点后不敢有人漏，欧里欧绝境之中架住了对手的一个人，有星星脉冲，再加一个皮蛋，左右都有，没办法了，欧里欧二楼的队友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被烟盖住了，但是 CP 还是打掉了一个光，回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跟对方完成了一个一换一，现在是一个进攻方的二打三，关键爆能器没安装，有一手就在等你找我，你以为我会安装爆能器，嘿嘿，但是我并没有，这个爆能器应该会下一个在魁父里面的位置，听到爆能器安装好的声音，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诺马只能是硬着头皮，这个暗夜推的非常漂亮，强行进入到独库里面，但是奥特姆正面先接一个，再寻弹道反杀 OB1 过路费了，滑车巡游直接推到自己的脸上，开过枪了 Life 直接钻烟，这一下 Life 为自己的这种冒失的行为付出了一些代价，夜灵笼罩，这一分小 all in， 爆能器已经安装了，玩烟火强行装载，莎莎来了，哎，莎莎把玩烟火的雷刺给知道了，而且在点内也好像没有办法，一打一今天的位置锁定了，没有拿枪够的，对面强行出你是顶不住的，因为有毒木的情况下，但是中路是收掉了一个 Berlin， 这个位置会非常的危险， OBY 先直接剑影跑，但是这个位置要有点慢性死亡的感觉，要走吗？磕枪了，他不敢走，现在位置要磕枪了，要磕枪了，正面先压一个吗？好像完成了一个一换一，也已经尽力了，自己的队友过来补掉了一个，落在 A 区，关键爆能器掉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明居响枪被撕了，不是 Life 哦，没办法，这个问题点钱的这个半线，半线你怎么有莎莎还可以清呀，莎莎直接跳过来，但是好像打掉了，对，没有去咬到任何一个人，但这个半线呢还是有伏笔哦，但是后面的人好像有点站不住了，没办法，两个人在点内直架的话肯定是要比方布拉斯更劣势的，再强行出烟又被抓到，索尔香队友补了一个场子回来，留一手 TP 到了这个高点处，爆能器还没有安装，一个惊喜般的把自己送过去，奥特姆这个位置是一个名牌，听到了剑影的声音，这个位置还在操作，两颗烟已经是连接起来了，这个爆能器第一时间不好安装，但是没有办法抢回爆能 A 区的前压，现在 Nova 是想让人控能量球吧，好像没有，哇，这个传烟，哦，两个人站一起了，生日 buff 来了，挡都挡不住啊，瞬间秒两个，这有点没道理的，是知道今年一个大拉，这是一个小身位的拉取，直接收掉了对手，哦，赖夫在惊喜盘能跳出来收掉光，那欧林欧 A 区的队友，哎，但是有宇宙分裂啊，所以诺瓦这边欧林欧也听不到对方特别多的脚步，但是阿阳是直架的，应该没有任何的机会，奥特姆最后是精准命中收掉欧林欧，将上半幕升起来，但是两个烟一起开的话持续时间会比较短，可能没气儿了，要阿阳这个位置独木下了，要当战神，有暗眼，有暗眼，暗眼过来，但是留一手这一波的枪不是很好，这个枪不好使，近点三连发才好使，这个近点的位置看能不能敲一个，左键接了个右键打了枪头，但是并没有致死，回防到位，想下包不可以让你下包，奥特姆的回防速度很快，时间也消耗殆尽，最后是 B 点，这应该是一个 A 加 B，A 加 B，B 点来了，
金库半个身体先拉出来骗枪线，再一个大拉，要时间扫射转移成功了。Life 没给机会 ，A 加 B，A B 连的人也是完成了一个非常惨烈的互换，由欧林欧打掉了两个之后，自己立刻就推。奥特姆很懂，脸上踩蛇吻，被鬼眼照到了，只能是推到重生点方向。这一次跳进来没有人能接，但是刘一手怎么把中路单摸的人给清掉了？欧林欧先收掉阿阳，这个U爪抓的还不错。Nova 瞬间的一波刷屏，直接收掉了 FunPlus 所有在 C 点点内的队员。那现在欧林欧七滴血推到后点去来断后了。求稳，旋转门开。Life 还在走，三架打一个，没血的呀，奥利欧有点危险。这一下人数差距被抹平了，二打二啊！刘云说还在走，里有人再进一年，他能捡枪。今年的位置，他血量很健康，被穿残了。最后的 Life 还能起得了一些长枪。单向烟硬扛，左边有人，硬扛刀向单向烟。但是这样的互换对于进攻方来说好亏啊！是的，是一个三换二。莱夫就赌对方不敢，真的不敢。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四面漏风的魁父很难去操作。听到了低包的声音，花之巡游推出来，想去找人的位置，看到枪管了，一枪头部命中收掉光。那安装完爆能器的欧林欧也只能任人宰割。C 点队友创造机会，哇，勾走了柏林。那 C 点可能是慢魔近点，但是无限续烟三烟体系的优势在此刻展示的淋漓尽致，还补上了一个彩铃飞剑玩焰火找人。打了一个侧身，没办法，拔炮四顾心茫然。但是现在柏林还在这个侧翼架住了对手的欧林欧，三打一水下走路。现在柏林不知道身后有人，他猜到了，他猜到了，光大脚不拉出来，被柏林一颗带走，13-4，总比分2-0，FunPlus。